没有啦。林香，我们已经在新楼上面帮你找到一个男生，他马上就会到现场了。好，他是穿就是这样子，蛮推荐用的。我在上面呢已经找到面的真实一个会员，没有那个酒。好，你要不要展现你的才艺给他看？什么才艺？你不是很会跳舞？Let's go， 大家，这个是大木八六，是靠中药汤，还有运动和睡觉。对，所以多睡觉很重要。未来有什么梦想？当健身房教练。你现在已经是啦，在实习而已。你已经在你梦想的道路上。那大木是喜欢高的女生，今天来的女生170。那大木用 single 多久？没有很久，我是看到你的那个配对，然后我就下载。那你使用起来感觉？要有广泛，然后是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女生，然后蛮好聊的。人很多，会很多了。蛮多。你用 single 有没有一个礼拜？有超过。好，那我们来见面。哇，这个是超高大的交叉，你们差了一颗头。我右手边送香香 Mizuki， 那目前是模特。那在我左手边呢，是我们的大木博士。他目前全职是健身房实习教练嘛？那我现在数到三，你们转过来面对面先握手。准备好了没？1、2、3。握手，他是大木博士。你好，大木博士是那个神奇宝贝里面的。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我只知道那个正电拍拍。你不够中二。正电拍拍是什么？你才不够中二。我不够中二，有够高吗？他喜欢高的女生，很高很高。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他？那你喜欢吃什么？不挑食。那你喜欢吃什么？铁板烧。铁板烧。铁板烧，这附近有一家。这附近有一家，哦，那你也喜欢吗？就是都不挑啊。哦，可以。哈哈哈哈，有空一起吃，大补很好吃，而且 CP 值很高。对， CP 值很高，可以家里的味道很好。你是什么星座？天秤。那你是什么星座？处女座。这个月生日，前天生日，大前天。生日快乐！可以可以可以。那你住哪里啊？我住台中，这是上来读书准备的事情。哦，所以现在都在台北哦。对，在国军那边。哦，健身房。等一下有空填资料。啊，不是。如果你有，我今天要去健身。他要去他的健身房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总有一天合约会到的。哎呀，到了就看你的诚意，要不要换家？这样也很好啊。未来想干嘛？当健身房教练。真的？对。你现在看起来很薄哎。对，很薄，对。每天努力都在吃，都在动。好，多吃一点呐。你看起来不薄哎。对啊，我哎，该有的都有吧。有。多吃铁板烧就可以这样。可以可以，那你们要交换一下联络资料 ，IG 或者什么都可以。你的账号是？好，我已经追踪他。好了，壁咚186直壁啊！十秒，看眼睛。你干嘛？我看一下他的眼睛。哦，好。十秒，准备好了没？来，二，go， 十。恋爱的感觉啦。好了好了，我们要来打分数，你先给好了，走。好，怎么样？整体看完蛮大方，个性蛮好，当初请打分吗？现在是现在先 give me 分哦。我看不懂他一直这样子什么意思。满分是10分，你会给他几分？8.5分。哦，蛮好的，还不错。因为他讲话感觉有点活在自己世界，都好好玩，好玩的感觉。对，能逗乐。对，然后要换健身房的时候，会不会联络他？会啊。哦，可以可以，我去问他。是有第一印象来讲的话，你会给他几分？1到10分。9.5。很高哎，为什么会给9.5了？身高过高啊，然后也有在健身，因为我喜欢会运动的女生。很棒，太好了。没有啊，他给的好高哦，9.5。真的？真的？怎么没给我10分？不要啦，已经很高了。那我们现在呢？我们来说一个很简单的问：爱的 give me five， 你会不会？我教你这样子。爱的 give me five。
可以可以可以，拍张照，拍张照，拍。